其实，在成立这个平台的讨论过程中，跟家科学想着我们前前后后谈了有快1年了。这1年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大大小小的跟朋友的聚会讨论，那也是很多很多次了，参加的人的这个面向也是非常广的了。那么，不可能在这儿一排坐他那么多的人来讲嘛，我们只是说代表啊这样一种声音出来。我还是强调说，以后你通过我们的活动。可以看到，它应该不是很势单力孤的声音。中国人民团体大概有几千万个，它是其中一个团体的负责人，在台湾，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序列里，你说它能排到哪里去？我们稍微了解点中国政治的都应该知道，假如有国家领导人去世，你去看人民日报那个治丧委员会也好，或者去追悼那个名单，什么时候会排得上陈云林吗？那个这是基本常识。我看没什么问题。这种要扎起来，其实我们说他不算他，我觉得。他算了他，不看也是看。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明年1月开始，我们的研究室和办公室正式的成立。然后到时候我们办活动的时候，也要欢迎各位一起来参加。不一定要用记者的身份，按工作的场合来。如果有些很多活动会有兴趣。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分享。当然也知道说这难免啊，在今天台湾的现实环境下，会被有一些解读啊，甚至是标签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我来台湾次数实在太多了，我感情上都觉得就像半个台湾人一样，所以我对台湾现实有一个很深的忧虑，就是我们这个社会，就是这种蓝绿对立。形成对民主发展很大的一种威胁和障碍。如果不破除这种动辄贴标签，破除这种动不动就用蓝绿来判断这种做法，台湾民主很难有一个健全的发展。那么，希望台湾民主发展，我觉得比起我们去讲，不如以身作则，从自己做起。我常常也跟我学生讲，我也是这样期待自己的，就是我们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做的事情，以后大家应该只看这件事应不应该做。而不要去看他会不会被别人贴什么标签，至少这是我个人的态度，我个人的一贯的态度，我不太在乎谁愿意贴什么去，就随便你去贴，只要我确实我的主旨就是一个嘛，就是希望能够凝聚台湾社会各界力量，关心中国发展，尤其关心中国民主化发展。假如你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绿的，那它就是绿的；啊，那假如你觉得这种事情是蓝的，那它就蓝的。那是您的看法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在不在乎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，大家都开始采取这样的立场，或许啊，蓝绿的这个死结才有可能打开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